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洋洋。此时此刻是凌晨的2点多钟，啊，我手抬不起来，但是我想拍个视频。这会儿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晚睡过啊。人因为身体不好之后，知道熬夜对身体的负担又会加重。所以我从来都不熬夜，但是此时此刻我就是睡不着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这个病的话，每隔一周就要吃那个，反正它那个成分是那种抗癌药吧，吃完就特别恶心。我此时此刻，我现在躺在床上，我真的想吐。就感觉睡不着觉，我这胃里面翻江倒海的，特别难受。所以不管大家怎么样，平时工作再忙，一定要记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其实我就是平时都睡得比较早嘛，但是此时此刻就也特别困，但就是睡不着。你稍微一闭上眼睛的话，就感觉胃里面特别难受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就先到这里吧。大家晚安。你们也要多注意身体，谢谢你们。